共换了三套造型，然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个别的景，然后还有四个人一起舞蹈的景，然后我们自己都觉得天哪，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这么漂亮，真的超开心，太感动了吧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支单曲，就是正式给大家看到的 MV， 100分。我们的首张单曲的 MV 拍摄现场，大家今天都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这支 MV 我们自己也非常的期待。我们总共换了三套造型，然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个别的景，然后还有四个人一起舞蹈的景，然后我们自己都觉得天哪，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这么漂亮，太感动了，超开心，太感动了吧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支单曲，就是正式给大家看到的 MV， 100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妍，我现在在拍摄我们的单曲 MV《Sexy Beat》，然后我现在在花花草草中，很浪漫吧？真呀，是我第一次拍 MV， 很好玩，虽然有点累，今天四点多就起床，加油！要命，就怕他一而出。你可以找电风扇，太热了。你像什么角落生物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ormosa CC 的芊芊，我今天来拍摄 MV， 很紧张也很刺激，超期待。其实从录音室到这边，都觉得很像在做梦。听说导演称赞我很漂亮，拍得很好，我很害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嘟嘟咪，今天我们来拍摄我们的 MV， 然后呢，队长赶快过来讲话，他逼我讲话，我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，对，我顶多就是爱搞搞笑这样。只有在搞不正经的时候，我才会比较会讲话，其他认真的时候我就不会讲话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外面呢？我在加班。好，跟我一下来。难怪人家说骑马会瘦，大腿要夹很紧哎、欸。有一种释放的感觉，整个人就是释放压力。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拍 MV， 可是跟他们一起是第一次，对，所以感觉就是还是很不一样，就留下了一个全新的回忆。然后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因为我刚才就是每一次在看那个结束看 MV 的车队，就觉得天哪，太完美了吧！所以我相信这一支 MV 另外。超棒的，希望到时候可以在球场的大荧幕播给大家看。豆豆。